你这几天一直吃外卖啊？你在关心我啊？一天三顿，按时吃。看来还是亲兄弟啊，你真的是在关心我。爱吃不吃。只是平时小爷我比较自在，吃药这件事儿我记不住，你得提醒我。哎，我现在是个病人，你这就走了？我要是饿了再吃一口，我要是死了怎么办？明天我给你做饭吃。这就对了嘛，谁让你是我哥呢？我是怕你死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白吃你的。哥，没想到你还学过厨子。你起来，别碍事。说了不会白吃你的。你见过谁煮汤带围裙的吗？那是以前没人给你寄，从今往后我给你寄围裙，来，马上就好，快快快！哥，没想到你腰够细的。不是，我乞丐。哥，马上就好，你忍一忍，马上就好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，马上。你俩相处挺融洽的嘛，看来这事儿我真办对了。什么事儿？啊，训练啊？对，明天就去训练场，和你哥哥一起。小优，你得好好教教他。睡觉了，少爷俩把碗洗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叔。之前可没说有这项服务啊。你闲着也是闲着，我看你挺有天分的，一块儿去玩嘛。加钱了吗？你就长了一张嘴，用得着这么多刷牙的吗？早晚的牙刷要分开，这样细菌才不容易滋生。哎哥，明天咱们就是队友了。不过你们队那几个的水平，我之前见过，真不太行。我要是过去打击到他们，你可得替我撑腰啊。口气倒不行。真不是小爷我自大，就你们队那几个一起上，也不够我打。4.5毫米汽油枪一道火是多少？什么火？你再说一遍。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职业。我还有你的牙刷，不要跟我的放在一起。我另外，刷牙要刷够5分钟。切，管得倒挺宽的。邵一佑，看我明天不打服你们！哎，干嘛呢？集合。他怎么来我们队了？啊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。又见面了，以前跟各位有些误会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大家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？我来介绍一下。我叫邵一良，大家没有猜错，我就是咱们队长的弟弟。
我哥他有些害羞，但是我很好相处的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训练了。 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是队友了。你看我哥这人，就是这么害羞。